听说你养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养什么？我要去山上采打蚌。是细菌吗？对，是一种细菌，我们可能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下哦。它会在地面，大概在树根的旁边，有没有？这不是水沟吗？你怎么会想要找这种菌？周日晚间九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第一台。